大朋友们、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又是我凡凡哈，非常感谢大家对我这个作品的支持。今天早上翻冰箱的时候呢，翻出了一大堆这个鱼骨，里面呢还有鱼头、鱼尾。除此之外呢，还翻出了一些杂丸子哈，鱼肉、豆腐这些菌类，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煮熟的这个猪粉肠哈，到现在都还没吃。既然有那么多这个剩余的配料呢，今天我就打算跟这个酸菜来弄成一道酸菜大杂烩，来一起来看看。烧了少许油哈，然后将这些鱼头啊、鱼骨啊全部下锅煎香。锅中剩下少许底油呢，先爆香这个辣椒干，然后加入酸菜。酸菜炒出香味之后呢，将这些鱼骨、鱼头回锅，然后倒入适量的开水，然后再加入一块已经排扁的生姜。鱼汤在烧热的同时呢，我们准备一个锅哈，然后将这个大白菜垫底。汤汁烧开之后呢，继续与大火煮5分钟。随后再往这个汤里面哈，依次加入这个丸子、猪粉肠、菌类，还有各类豆腐。酱汁烧开之后呢，按客人口味加入少许盐、少许糖、鲍鱼汁或者蚝油增鲜，还有这个灵魂的花雕酒。随后我们就可以将这些配料全部捞出来，还有这汤汁也是，加入一点这个姜、蒜、花椒粒，然后倒上少许热油，酸菜大杂烩。非常的酸爽，非常的好吃。